不知道你现在的生活经济情况是不是还好呢？我们已经为疫情祷告了许久，我相信在新闻上面每天你也看见，这大大的影响了经济民生。而在美国，各州失业金的发放现在也面临不足的窘况，房贷房屋的负担，旧工作的复原，新工作是否能增加，这一切让人忧虑的事情，让我们再一次交在除去我们忧虑的主他的手中，盼望主行奇事的神让好机会产生。全能的神，万物之主，你曾将一切的事物与所有的机会彰显你的恩慈，将凶恶化为良善。我既谦卑地恳求你赐给我上头来的智慧，使我可以敬仰你，羡慕你的道路与脚踪，尤其在深海里不易寻索。求你教导我在凡事上顺服你的安排，在人事与环境的变迁中仍能知足，在成功中仍能谦卑，从你的恩慈中注意责任。我要在敌对的人们前谦和忍耐与柔顺，透过密云看见一切，也等候主的安慰。同时我要殷勤尽责，坚定不移地在内里的灵刚强起来，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